我们的技术，我们的人，我们的产业，怎么把它定起来？工研院法人的组织的力量和资源，来到台湾，人工智慧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重点。身为中山大学校长，也是南台湾国际产学联盟的计划组织人，我感到无比荣幸。未来四年，我们科技部门投入的预算规模大概是24亿。中山国际产学联盟它的特色是什么？它的特色就是钱。高雄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是一个老牌的工业城市了。高雄今年我们非常致力于这个转型。过去3年，加入这个联盟。可以使用这些资源，包括仪器、检验设备，它可以优先看到我们到底这些学校有哪些新的专利、新的技术，它也会有优先投资的机会。